你要什么？你吃煎饼的，你会选煎饼的，你要吃巧克力。我这个我帮你，胡萝卜好。哎，你擦完手了吗？巧克力的，谢谢。哇，我不行了，加油，行不行？哇，小心宝宝，小心，对，要在空中，不能他会出来。宝贝，其实我对你的爱就这样子，我们就这样子吃。好，我觉得够了，够了吧？够。我们甜甜的爱情不愿意分给别人，我们甜甜的爱情不愿意分给别人。那朱大哥瞬间手里的米粉不香了。我躲开一点吃可以了吧？再来，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太累了哈、哦，我可以的，辛苦宝宝了，我也换地方了，我等也走了，哎，好，我就给人送了，可以吗？对，谁要喝的？我，好。第一杯，太渴了，我太渴了。哇，光杰哥，光杰哥，你刚刚弄的这个手打柠檬茶，好难喝，好难喝，一点柠檬味都没有，里面都没有打，放点冰，倒这个，哪个？倒这个，倒水，倒水。然后呢？然后柠檬挤柠檬。啥也挤不出来呀、啊！哎，就这样吧。你整成这样给谁喝？我。不是，你不要放冰，先把柠檬打打打，打完以后再放那个。来打吧。太难了。对，用力。对。这样。谁要吃冰淇淋？我给你们做。要什么？有那个巧克力、香草和草莓。我要香草。等一下啊，香草。你随便做，做了我一个个拿过去。好，香草。哇、哦，老公来，有点滴下来了。这个因为绳子太紧了，所以打冰淇淋这个力道有限啊。棉花糖，哎，他们那么喜欢我们的棉花糖，既然他们那么喜欢。这个是我们两个爱的作品哦，吃了就会拥有甜甜的爱情哦。来，那个刚做好的卷饼，等一下，哎，对，等一下，我先送我摄影师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你看啊、哦，来，等会，挂了，快抓紧吃啊！我这有冰激凌，谁要吃？谢谢，一会儿来跳舞啊！败在了柠檬茶上，好难喝，一点柠檬味都没有。好了，打完了。哎，我想要一杯没有糖浆的。有点费劲，等一下吧。你要没有糖浆的，我要没有糖浆的柠檬茶，就是茶，直接这杯就是。对。那这个什么没有，就是柠檬捣碎了。对，我就要这个。这没问题的，盖上盖给倩姐吃。我的柠檬茶好了吗，老板？好，定盖子。自助吧。好，自助，不用客气，我自己来。你看尝尝怎么样？没放糖浆啊。我老公做不了了，你要加啥？加柠檬是吧？加柠檬的，你加过来。好喝吗？货真价实，茶是茶，柠檬是柠檬，柠檬很柠檬。倩姐说太酸了，给我加点茶。